Hello， 咁多位喺朗豪坊嘅朋友，你哋好啊！欢迎大家啦，喺我哋除夕之前嘅星期日啦，嚟到朗豪坊 L12 喺 Live Stage 呢度啦。今日咧有 Essential World 啦，再联成埋我哋 Toys TV 咧，有一个香港情人偶展览，再加埋啦系一日限定嘅首卖活动啊！咁我哋转个头啦，就会同大家一齐喺呢度 kick off， 正式开始啦，我哋呢一个限定嘅首卖嘅。咁喺呢度先自我介绍，我系嚟自香港电台嘅子龙，你哋好，欢迎你哋。嗱，咁喺現場呢一度啦，好多朋友仔喺度行緊街啦，喺朗豪坊呢一度啦，食緊嘢啦。咁啊，歡迎大家一陣間啦，可以上到嚟 L12 呢一個位置。我哋今日啦，擺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figure， 特別如果大家認識 Essential World 嘅話啦，都知道之前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足球明星嘅 figure 啦，會喺度啦。咁啊，亦都有一啲我哋好熟悉嘅機械人系列啦，又或者一啲卡通動作嘅公仔系列都有嘅。而更加重要啦，我哋今日咧有一個香港情。當中有很多香港情懷的街道的物件，甚至乎是一些警察等等的角色的人偶將會在這裡限定首賣的。而我們的活動由現在開始，其實今早已經開始了，一直會去到今日晚上八點鐘，所以如果在電視或者不是電視，這個是電腦，是電腦又或者是電話的旁邊的你都可以望一望之後就立刻來到朗豪坊這裡跟大家一起參與這個展覽。好，今天子龍跟大家簡單介紹了我們整個內容，而更加要留意一陣間有兩隻只是今天在朗豪坊這裡才會有的限定系列，是什麼呢？一會告訴大家。在這個時候我們就立即邀請我們今天的負責人，就是來自 Essential World 的負責人 Simon 一起跟我們聊幾句的，有請 Simon。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Hello，Simon， 你好。大家好，玩具 TV 嘅朋友，你哋好，朗豪坊嘅朋友，你哋好。係啊，咁今日啦，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高興啦，喺除夕之前啦、聖誕之後啦，呢一個假期啦，可以同大家一齊啦，係做一個簡單嘅展覽啦。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啦？其實點解會有香港情呢一個系列嘅人偶展出現嘅咧？其實都好高興，因為玩具 TV 就聯絡我哋，咁因為就朗豪坊嘅幫忙，咁就好幸運有個時段喺呢度，咁有個展覽，咁我就話啊，咁啱曬啦，因為我哋喺年中嘅時候咧就開發緊一套係關於香港情懷嘅產品，咁嗰陣時我哋曾經喺動漫展展出過，咁嗰陣時個反應好好，咁啊好多人問話究竟幾時有啊，幾時會出啊咁樣。咁我話因為製作都需時，咁變咗個時間都要去到今個年尾底，係啦。咁又咁啱，朗豪坊有一個咁適合嘅場地，有個咁好嘅活動。咁我話既然係咁嘅話，咁我就喺呢度做一個 kick off， 咁啊同玩具 TV 可以有個合作，然後喺呢度首發俾大家認識我哋嘅產品。嗯，咁呢個時候啦，都同我哋嘅觀眾啦講一講，或者現場嘅觀眾講一講，咁點解會開發啦玩具情呢個系列嘅咧？我想我們是香港的玩具廠商，其實我們都會 support 香港背景的一些產品，因為如果不是我們香港玩具公司去生產，我相信沒有什麼第二個地方的產品開發的公司會開發我們香港本土情懷的東西，甚至乎沒有我們香港人那麼熟悉。沒錯了，沒錯了。所以既然我們都是香港的玩具公司的時候，那為什麼不去做一些我們代表香港自己產品的一些物品出嚟，嚟去即係希望除咗喺香港之外，可以帶到去世界其他地方。咁所以今次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同大家介紹，亦都可以喺度 click off。係啦，咁大家一陣間咧，我喺鏡頭畫面嗰度見得到啦。今次香港情嘅展覽啦，除咗有幾個人偶之外啦，我哋嘅街景嘅系列啦，都係相當之吸引嘅。當中會譬如有一啲嘅鐵馬啦，有一啲嘅安全島嘅燈啦，甚至乎有一啲香港好有香港風格嘅一啲電商啦等等。咁其實成個計劃啦，由概念開始有啦，到真係到今日，成個過程係幾耐嘅咧？其實呢一個想法咧就好多年㗎啦。點講？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係做一個叫做1:6比例嘅人偶嘅玩具公司，做咗好多年㗎啦。咁我哋除咗出啲即係人偶公仔之外咧，都會做啲1:6比例嘅配件㗎嘛。咁當去諗嗰個產品開發嘅時候，就會喺度諗啊，究竟有啲乜嘢1:6比例嘅配件可以配合我哋個公仔產品咧？咁喺開發同設計嘅過程就諗到啊，既然係咁，點解唔做一啲同香港特色有關嘅
大家都常見喺街頭見到嘅嘢，然後將佢縮細個比例做一比六，變咗佢可以成為一個精品之餘，亦都可以配合一啲我哋玩開一比六比例嘅玩家作為係佢哋嘅擺設嘅情景咯。嗯，嗱呢個緊要啦。咁啊，大家一間就可以留意得到啦。其實原來咧 ，figure 系列咧，特別一比六呢一個 scale 啦，有好多唔同嘅玩法。而今次咧 ，Essential World 咧就將一比六嘅街景、街道嘅情景咧就擺落去啦，一比六呢個 size 嗰度啊。咁啊，大家一陣間咧就留意一下，我哋都歡迎啦，現場特別喺朗豪坊嘅朋友啦，可以嚟到我哋咧會場 L12 呢一度咧，就係一齊參觀嘅。咁啊，呢個時候我哋都俾少少獎。Simon， 多謝你。多謝過去係啦，無論諗法啦，甚至乎用心啦，都為我哋玩具迷打造咗咁多啦。咁接住啦，我哋就邀請啦 ，Toys TV 我哋玩具 TV 嘅 Brian 上嚟啦，同我哋分享兩句點解會促成到今次嘅合作啦。頭先啦 ，Simon 都講咗兩句噶啦。係咁啊，首先好多謝阿朗豪坊啦，同埋啊 Essential World 即係俾咗機會我哋，即係試試我哋呢種方式嘅 event 可唔可以搞得成啦。係。咁上到台俾我哋講講少少玩具 TV 一啲嘅 mission 好唔好啊？嗱咁啊，即係因為要做嘢，所以咧就有一片空白，所以就唯有讀一讀稿。嗱，其實咧我哋玩具 TV 咧係推廣介紹收藏品玩具啦，同埋品牌嘅。咁同埋業內咧唔同嘅機構咧，我哋例如生產商啊、代理啊、批發、零售商啦，以至貿易發展局咧，一齊打造一個更強大嘅玩具收藏品嘅產業。通過一啲開箱、訪問、專業探討同埋新聞嘅視訊嘅節目製作咧，增加消費者對產品嘅認識同了解，從而增加收藏品啦。購買的樂趣，令到市場更加是有深度的。生產商和消費者的溝通的互動平台都是我們的 TV 其中一個任務來的。嗯，即簡單地說，就是希望打造一個平台，讓更加多的玩具迷可以跟更加多不同的玩具商有多一些機會接觸。真是好了，這麼精闢的你。一句但是剛才也講到了，為什麼會今次跟朗豪坊和 Essential World 再加上玩具 TV 三個聯成了這個活動出現的呢？沒錯，為什麼會這樣合作呢？其實這張發布會就是聯同廠家和品牌呢一起搞一些高機動性但是成本效益高的專屬發布會。因為我們看到很多時候在叫一些大型的展覽裡面，每年可能舉行一次或者兩次，很多時候是配合不到啲生產商佢哋即係發布新產品嗰個期啊，哦個生命周期啦，個產品生命周期一年發布一次噶嘛，咁所以變咗我哋呢一種嘅小型發布會咧，就我覺得係會係應運而生嘅，就彈性啲，冇錯。同埋我哋換嘅 TV 咧，不嬲我哋同觀眾嗰個關係互動咧，都係比較狂放啊，同埋自如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藉住呢個機會咧，等可以廠商同埋玩家都可以多啲交流啦，咁令到大家嗰、那個。認識啊好啲啦咁樣咯嚇，係啊，咁我都記得啦，但係大概係咪一年前咧，我哋都喺呢度啦 ，L12 呢個舞台嗰度啦，同大家一齊啦開箱啦，同埋一齊介紹唔同嘅玩具啦。咁今日咧就喺呢一度啦，一路去到八點鐘啦，都會有呢一個嘅限定嘅人有展覽嘅。咁啊 ，Brian 接住落嚟啦，我哋少少補充，哦，仲有少少補充啦。嗱，最後尾咧想講講咧，我哋希望藉住呢啲新產品咧、新資訊咧，甚至一啲名人、設計師同埋一啲訪問活動咧，希望令到商場遊覽嘅朋友啊，消費者咧係有更多選擇同埋樂趣嘅。嗯，體驗咧係最重要嘅。咁啊，所以啦，如果你而家咧拎住手機，無論搭緊地鐵又好啦，或者咧周圍行緊街都好，見到到玩具 TV 呢個直播咧，都歡迎你親身啦由網絡世界咧嚟到我哋朗豪坊 L12 呢度咧，同大家一齊咧有一個愉快嘅星期日嘅。係啦，子龍啊。好，唔該曬 Brian， 亦都俾少掌聲 Brian 啦，因為咧要促成呢一個合作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接住啦，到戲玉啦，因為睇緊熒光幕嘅你咧，都好期待究竟今日呢度有啲咩賣啦，甚至乎有啲咩展覽啦。當然我哋要揾我哋嘅玩家係啦，呢一個傳說中稱為限定魔人嘅德哥係啦，上嚟啦，同我哋傾幾句嘅。Thank you， 德哥。喂，早晨。係啦，早十二點幾咯。係啊 ，lunch 食咗未啊？等霞姐派飯。好嗱，咁啊，接住落嚟咧，就交個時間俾你咧，同我哋繞場一周啦，講解下。你陪我㗎？會，但係我今日更加揾咗個猛人陪你。會。係啦，咁啊，因為咧，我哋今日有好多嘅限定系列啦，甚至乎有啲香港情懷系列啦，我哋就揾咗 Essential World 嘅負責人 Simon。咁啊，頭先同大家見過面啦，咁啊，而家咧再一次邀請 Simon 啦，同德哥你啦，係啦，一齊把臂同遊啊！喂，基本上有個男性去陪伴住你呢個啟玩具咧。都真係幾創新啊！呢、這個創新咧，咁啊嗱，而家咧我哋先會啦，係繞場一周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紹我哋今日真係淨係今日嘅啫，先至有嘅限定產品啊！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啦，去到啦，我哋呢一個特別版本嘅產品之前啊，面前啦，係啦，咁啊嗱，見得到啦，呢、這、一個警察嘅系列啦，當中咧就出現咗一個 Happy 哥同埋歡常
咁啊，特別要留意，只有今日啦，呢、這個玩具 TV crossover， 其實 Zero World 嘅限定啦，就係、是、左邊呢一個 Happy 哥咯。係啊，嗱呢、這個Happy 哥同埋歡 Sir， 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佢兩個嗰個都係同一個人嚟嘅。我諗大家睇好多香港嘅電影啊，警察嘅電影或者呢個電視劇，其實成日有啲情節就係嗰啲警察同卧底成日會跳嚟跳去，佢有時有卧底，有時有警察，都唔知道自己幾時係卧底定警察咁樣咧。甚至乎邊套打邊套都好懷念啦，即係 merge 埋一齊啦。咁所以咧就有呢個概念咧，就有一個咁樣嘅Happy 哥同埋歡 Sir 嘅一個角色出咗嚟嘅。頭先都見到呢、這、一個Happy 哥咧，都係一個重點嘅推介啦。今次咁見到其實有兩個或者甚至係三個唔同嘅造型喎，係嘛？這個其實就是有一個大褸穿咗上去，咁所以咧就會感覺上就你好似覺得佢已經係一個新嘅造型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是、除咗一件大褸之後嗰、那個造型嚟嘅，造型嚟嘅。哦，即係平時如果大家唔係今日買啦，就淨係買到呢一個系列嘅啫，即係呢一個 figure 嘅。兩個都有嘅，係啦，係可以穿上去嘅，因為衣服可以換嘅。哦，你知啲卧底眼鏡都有兩款啊？啊，冇錯冇錯。哇，眼鏡有兩款，有兩個眼鏡嘅，同埋個委任狀咧。好仔細喎，冇錯，呢、這個咧就係、是、現場買嘅時候，我哋會有配送嘅一個禮品嚟嘅。哦，就已經現場限定品，真係限定品啦，咁就係啦，係啦。好，咁啊，呢一支槍咧，我又覺得實在太有型啦。呢一支係咩槍嚟嘅咧？可能有啲朋友仔都未必知喎。呢、這個如果有留意嘅，呢、這個就係銀子槍啊。哦，即係射啲錢出嚟嘅銀子槍。哦，咁有呢支槍就唔驚，即係擾亂公眾秩序啦。同埋你知，即係有時做卧底做下做下，可以做埋大佬噶嘛。係。咁啊，梗係要有件鈴著上身咁先似大哥噶嘛。啊，咁嗱，呢個造型嘅 Happy 哥啦，我哋嘅限定品，即係今日如果購買嘅話，有邊一啲嘅 bonus 啊？嗱，基本上如果今日如果大家過嚟呢度 like 咗我哋嘅 Facebook。或者是 Instagram 咧，其實已經我哋有個禮品贈送，再有一個$100嘅 coupon。哇！嗰個$100 coupon 只要買滿$500就可以用，但其實呢個產品一定過$500啦，冇錯，已經即時就減$100噶啦。哦 ，OK， 好，咁大家可以再望多次我哋嘅 Happy 哥啦。咁因為我哋睇完 Happy 哥，睇埋歡 Sir， 咁然之後咧就會去下一個啦，係我哋今日啦嘅重點產品。嗱 ，Happy 哥，大家睇完啦，咁啊，你見到一個中山裝嘅造型啦，咁啊，配搭呢個眼鏡，再加埋有對啡啡紅紅嘅皮鞋，咁啊，就係成個 Happy 哥一個疑似卧底嘅造型啦。咁啊，限量發售咧就係$990。咁啊，接住落嚟咧，去到歡 Sir 啦，歡 Sir 好多架撐喎。係啊，佢一個警察 PC 造型嘅一個軍裝造型啊。冇錯啦，冇錯啦。嗱咁啊，淨係睇件恤衫啦，我都覺得值得一讚嘅，即係無論啲骨位啊、嗰啲膊啊、嗰啲車位咧，都其實好仔細喎，好好喎。係啊，其實可以講多少少咧，其實警察呢個系列咧，我哋已經唔係第一次做㗎啦。係啊，一陣間可以再睇一睇我哋已經過往做過一啲絕版嘅一啲產品。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最新推出嘅。咁過往咧，我哋嘅警察系列都係有好多。相關的配件都會跟在身上面，而今次都不例外、啊、都會因應翻佢個角色有的一啲配件咧，都會配送翻上去嘅。好，咁我哋而家既然嚟到現場啊，梗係繞場一周睇下佢嘅配件啦、啊。我最中意嗰支紅筆 我反而見到其實下面有頂帽同埋有個委任狀，係咪都係今次嘅限定品嘅贈品嚟㗎？冇錯，只要今日喺呢度現場購買嘅，咁都會贈送多一個軍階高啲嘅一個帽啊，同埋一個委任狀。係啦，冇錯冇錯，一個 pass 啊！好，咁啊呢一個咧就係 Happy 哥同埋歡 Sir 嘅警察系列啦。歡 Sir 側跟仲有中 Sir 添喎，冇錯啊！好，咁嗱，啱啱就提到歡 Sir 啦，咁我哋嘅限定發售啦，售價就係1120大元。咁啊，接住落嚟到中 Sir 啦，就咁望落去啦，佢只係騎電單車嘅造型嚟喎，但事實上係咪咧？
你講得啱，佢係騎電單車。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警方嘅護送組嘅一個角色造型嚟嘅。咁好多人都覺得警察騎警嘅一個制服咧係好有型嘅。係㗎，特別嗰對 boot 啊。冇錯，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個新嘅嘗試嚟嘅，因為過往我哋做過咁多個同警察系列咧，今次呢個騎警都係我哋第一次做嘅，而最大嘅挑戰咧都係嗰件衫嗰個細緻度咧，係要做到好多功夫同埋好多細節先至可以跟到。衫我見到有幾件，逐樣講啦，先講嗰件褸啦。呢個應該真係重點中嘅重點嚟嘅，呢一件褸係。呢件外套啦，喂，就咁睇個 cutting 咧，其實係好 fit 身喎。是啊，因為一定是要跟回實物去做，你見實物其實那些衫都是很 fit 的。我見那個肩章呢好像都是拆得出來的，是吧？是啊，這個是可以用磁石這樣呢黐下去。如果我有 Color Print， 我不喜歡三柴，我喜歡雞仔餅的，我都可以自己印下去的。哎，沒錯，可以的。我的雞仔餅不用出街的，做雞仔餅。好，咁然之後再望上去啦，我見得到咧，抽鎖匙頂人喎，係啊，呢個係啲配件嘅腰帶啦，咁都係跟翻現役嘅警察，係啦，佢有嘅配件，我哋都盡量能跟嘅都會加翻上去。我最欣賞呢一個系列真係條皮帶啦，因為佢真係可以孭翻曬，即係警察本身所佩戴嘅裝備咧，好忠實咁樣呈現翻出嚟。Walkie talkie 啊、鎖匙啊、配槍啊、警棍啊等等等等等都喺曬度。而再望上多少少咧，呢件背心啦、都唔好忽視啊，因為你睇得到佢除咗前後之外啦，側邊嗰條帶啦，係啦，再加埋啦，印上去車上去喎，嗰啲帶係。係啊係啊，全部都車全部都係車上去喎。反光嘅物料都跟翻佢實一模一樣。呢、這個真係值得讚啊！同埋有魔術貼嘅喎。係，冇錯。好，咁啊，最後望埋啦，就係呢一個交通警嘅一個護臂，護臂係啦，冇錯。我喺度真啲想講手襪。其實我反而我想玩一玩個頭盔咧，我見到好似好多花神玩嘅，可以笠翻落嚟。係啊，冇錯。又可以就咁樣揭翻高。哦，見樣又得，唔見樣又得，係得咗。是不是有些特別東西會送啊？如果現場買中Sir的話，是的，沒錯，這款如果現場購買，我們會有一個它另外一個白色的頭盔都會配送回去，而這個呢只是現場購買才會配送的。嗯，那啊，留意啦，中Sir的售價我們今天啦限定呢就是1350，那啊現場啦，留意啦，我們今天啦的限定時間咧會去到8點鐘，晚上8點鐘嚟到朗豪坊 L12， 朗豪坊 L12 就可以見得到實物嘅啦。好，咁啊，睇完1:6系列嘅人偶之外啦，我哋接住落嚟就睇1:6系列嘅香港情街道情景啦。咁啊，大家都會對呢一個紅當當嘅水龍頭啦，係非常之感到熟悉啦。基本上其實如果大家行開街咧，今次香港情呢一個系列咧，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詳，行街都會見到嘅東西。咁我哋而家 walk around 行咧，想睇嘅就睇翻呢一個水龍頭。咁你見拍埋去阿鐘 Sir 側跟，大概都會見到確實係跟翻呢個1:6嘅比例。咁變咗其實配翻1:6人偶去玩嘅話咧，樂趣性會好大喎。都唔止添啊！咁啊，除咗呢一個香港情嘅水龍頭之外啦，後面呢一個啦，哇！你真係重中之重啦，真係真係香港情懷先至有嘅街道風格嘅電商 ，Graffiti 香港 Graffiti 嘅始祖，係啦，就係一個香港電商，香港圖啊，係啊。咁啊，見得到無論係比例啦，甚至乎嘅風格啦，都係同實物啦，真係唔係爭好遠嘅。其實呢款咧，佢都仲有一個用途，其實佢都係一個錢箱嚟嘅，係、可以入錢嘅。我哋睇一睇後面係啦，下面就有個位啦，後面咧就頂部呢度就可以入啦。配送少少分數俾佢啦。有個插字喺度，插錢嘅。好，咁啊嗱，睇完呢兩個香港情懷嘅產品之後，我哋真係實時試下入個2蚊。
呢、這個唔會拎翻俾你嘅。多謝你嘅捐獻。Yeah, OK, 拜拜。嗱，未完噶，我哋咧鏡頭轉一轉啦，就繼續啦，為大家介紹啦，我哋香港情街道情景嘅系列啦。咁啊，見得到其實譬如喺 Mark 哥年代已經出現嘅呢啲桶啊，水桶啊，水桶。我完全係俾佢張 sticker 吸引住喎，真係。呢、這個咧係一個膠字同埋一個硬字嘅，係，仲有一個開心笑樣，係啦，係，同埋係真係有個膠可以派俾人嘅，仲有一個硬噶啦，咩都係假，但係呢個就軟軟地嘅喎，都 OK 嘅。佢其實咧就真係好似一個筆筒咁啦，有個蓋啦，可以吸翻住佢都得嘅。其實係真係可以放筆嘅，即係可能你會擺喺台頭啊，咁可能擺下啲文具啊，咁嘅都可以嘅。哦，咁啊，即係直頭將你嘅辦公桌啦，係變成呢一個嘅，即係一比六情景系列嘅咯喎。係，好，嗱，我哋先不落去啦。得，冚埋，唔該曬，拜拜。我哋嘢都消化曬，可以影第二套。見到隻手喺度養嚟養去。咁繼續向前進發啦，就會見得到呢一個紅白係啦，水馬就唔係歌唱大賽啦，係啦，呢、這個紅白水馬係啊，工程嘅水馬嚟嘅。其實我翻嚟諗緊，即係有時間咧做少少舊化，同埋喺上面寫啲字咧，應該幾過癮。其實加少少泥嘅舊化系列啦，都 OK 噶。譬如頭先水龍頭可以加翻啲壽跡咧，都似噶。嗯，咁啊，呢度就係逐隻計嘅。咁啊，呢度咧就係一個白色版本，一個紅色版本。咁啊，十一隻係啦。有冇啲咩乾坤啊？呢個其實都可以係一個紙陣啦。哦，咁啊，佢兩個如果拍埋一齊嘅時候咧，呢個接合點有冇啲？係有個扣位嘅，可以一高一低咁拼埋一齊嘅。不過玩水馬真係唔係淨係買一隻，可能真係買翻三隻個包，跟住就買情景。但更加緊要咧，你發現咧，水馬唔可以冇呢一眼閃燈。呢、這個閃燈先緊要。呢、這個工程用閃燈。係啊，其實個水馬上面有一個配位咧，呢、這個水位啊，啱啱好係放得落我哋另外一個閃燈，係可以做一個街道工程嘅情景嘅。呢、這個閃燈。買有幾多錢？同埋係咪今日有啲特別嘢可以分享一下先？嗱，先講今日啦。只要今日嚟到我哋現場咧 ，like 咗我哋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咁我哋就會即時送翻一個閃燈，無論係黃色或者藍色嘅任何一款俾大家。哇！而呢個閃燈嘅價值咧係50蚊，即係基本上過嚟撳個掣咧就可以賺。老細望住啊 ！Like。哎，攞嘢，喂，即係做嘢啊嘛，大佬，真係。藍色版本同埋黃色版本咁啊，可唔可以送黃色啊？可以，係啦。掂，呢啲咪叫假公濟私咯，掛埋先。咁啊嗱，除咗啦有呢兩個水馬之外啦，我哋都仲有啲鐵馬嘅，係啦。咁啊，先嚟睇黃色呢一個先啦。咁啊，大家都見到好多喺街上面咧嘅工程系列咧，都應該經常見得到噶啦。我最欣賞都係張 sticker。咩都係假，真係吹水柱，你擺明我工作嘅地方嚟喎，呢個係。咁啊，另一邊箱啦，仲亦都有呢個灰色版本嘅鐵馬，係啦，一個係工程嘅鐵馬啦，另一個係一個我哋叫做人群控制嘅一個鐵欄河啦。嗯，吹水柱咧就80蚊，呢一個平時大家見到喺街嘅鐵嘅欄河咧就65蚊嘅。本身其實你都見到啱啱子龍擺咗上去咧，就係呢一個頭先我老笠咗嘅閃燈，亦都可以配翻落去吹水柱或者呢一個金屬鐵馬嗰度，咁啊方便做翻呢一個人群控制嘅。係啦，大家褪後兩步 ，OK， 好。然後咧繼續向前推進啊！呢、這個一比六系列咧未完㗎，我哋即係講得交通景啦，咁啊梗係有啲同交通有關嘅。系列啦，譬如好似呢個安全島啦，係啦，呢個安全島咧都喺頂頭嗰度都有一個燈係可以著嘅，即係白色嘅位置啦，可以拆開咗佢，係冇錯。咁啊見得到啦，著咗啦就會著咗白燈啦，係啦，咁我都喺呢個時候攞埋個 figure 過嚟俾大家一齊啦，係對比一下啦 ，OK。哦、其實都幾易開喎，佢有少少嘅吸力喎。今次呢、這、一個安全島嘅燈咧就90蚊嘅，係啦。
咁啊，現場嘅朋友咧都可以睇得到佢嘅 size 嘅比例咧，其實都幾 fit 㗎。咁我哋繼續推進啊！咁啊，除咗安全島嘅燈之外咧，亦都有兩款造型嘅雪糕筒。咁一個咧就係黃黑嘅造型啦，一個就係橙白嘅造型啦。咁可以俾大家一齊望一望啦。咁啊，兩個雪糕筒啦，都同現實一樣啦，係可以扣到呢個工程閃燈喺上面嘅。喂，呢個真係工程閃燈，我諗真係唔係淨係買一盞半盞啊，又係要雙半雙係咪啊？係啦，你架又用得。雪糕筒又用得呢組嘅雪糕筒咧，其實佢已經係配送埋一個閃燈喺上面嘅啦，即係話黃色嘅雪糕筒咧已經配送咗一個閃燈，而警察嘅雪糕筒咧亦都配送咗一個藍色嘅閃燈嘅。在場可能比較光嘅關係咧，我唔知影唔影到佢嗰個斬動嗰、那個情況。阿子龍隻靚手拍佢後邊咧就爭好遠。哇！係啦。咁而去到最後啦，我諗啦，呢個咧應該會係重中之重。哇！呢一個係計呢一個電商之後必入嘅產品啦。係啦，即係無論打風又可以攞嚟用啦，係啦，又或者真係清潔香港咧，又可以攞嚟用啦。咁啊，呢個講緊嘅就係香港1:6啦，香港呈1:6嘅橙色嘅垃圾桶。咁啊，呢一個垃圾桶嘅造型啦，我諗應該有好多嘅玩具友啦，都會將佢變成一個海格咁樣用㗎啦。或者整咗後面會擺個人頭啊咁樣。等等等等等，上面呢一個煙位都好清晰嘅，係啦。OK， 咁啊嗱，再一次温馨提示啦，喺 L12呢一度啦，我哋有即係明趕下嘅啦。This is World Crossover 啦，玩具 TV 聯成嘅期間限定展覽啊，香港呈1:6人偶展覽。咁啊，啱啱同大家一口氣咧就介紹咗我哋幾款嘅 figure 啦，再加埋1:6嘅情景嘅，即係呢個街道情景嘅玩意啦。咁啊，除咗我哋啱啱介紹完之外啦，其實都仲可以啦。我哋轉一轉個圈繞場一周，俾大家睇一睇啦。仲有其他嘅產品啦，同埋以往啦 ，Essential World 啦，推出過一啲嘅足球員啦，甚至乎啦係機械人嘅系列啦，仲有啦係以前出過嘅警察系列嘅。咁啊，而家見得到啦，喺畫面嘅就都係一啲嘅我哋熟悉嘅卡通啦，或者係一啲動漫嘅角色嚟嘅。咁啊，又有卡通啦，我哋曾經玩具 TV 介紹過嘅足球員美斯系列啦，亦都有呢一個1:6嘅配啦，同埋呢一個亞童木唔同款式嘅衫都有喺現場發售嘅。咁啊，另外都望一望翻，其實之前 Essential World 出過啲咩產品，都可以喺會場度睇埋。咁啊，非常之以前即係大家如果喺呢一個朗膠展度都見過嘅，已經全部售罄嘅牛魔王啦。另外又有呢一個好大家好耳熟能詳嘅先生啦，豆豆先生啦，咁啊黃飛鴻同埋啱啱叫咦，大家都好耐冇見或者好常見嘅駕駛員鐵甲萬能俠系列，都會喺現場係有得賣嘅。係啦，咁啊睇得到佢哋嘅背脊咧，就係唔同系列嘅機械人啦。咁無論三一萬能俠啦、鐵甲萬能俠啦，甚至乎啦 ，Boss 嗰部都有啊，大鐵頭啊。仲有呢個金毛獅王添喎，係啦，而女孩子啦都相當喜歡嘅紅本紅又會喺度啦。我哋影緊個紅本紅嘅 pat pat 嘅，係啦，咁啊，啱啱你可能未必見得到啦，喺鏡頭係啦，喺個熒光幕嗰度。OK， 咁啊，繼續向前推進咧，就會見到一系列嘅足球員，係啦，咁啊有巴塞又有啦，阿根廷又有啦，係啦，咁啊甚至乎啦係細哨都有啦，咁啊就係同跟蘇合作嘅一個特別版嚟嘅。咁啊，見佢其實真係擺咗唔同嘅姿勢個可動性啦，同埋本身真係配合翻呢一個特製嘅陀座感覺真係唔錯喎。係啦，咁我哋轉埋去啦，我哋首尾呼應下就頭先啦，都有講過啦，呢一個警察嘅系列啦，咁啊之前咧都出過啦唔同系列嘅警察，咁啊而家都。同大家見得到啦，應該係防暴警察係咪啊？呢個系列係本身亦都講多少少啊。其實大家望住呢一個警察系列咧，望下好啦，全部都售罄曬㗎啦。短期內亦都真係幾難揾嘅，咁所以變咗大家如果真係好想要嘅，喺翻二手市場或者一啲1:6嘅 figure 鋪睇下，碰一碰運氣啦。好，咁啊，我哋實時嘅介紹啦，暫時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咧嘅 kickoff 咧，亦都正式要準備啦。喺呢個時候啦，我哋鏡頭啦 pan 埋我哋呢幾個機械人之後啦，我哋就先邀請啦我哋今次嘅活動係啦，我哋嘅負責人啦 ，Simon、Sam 係啦 ，Simon、阿媽係啦，亦都有啦 ，Brian。
一齊啦，去到我哋香港情嘅指示牌呢一度，係啦，我哋會進行一個簡單嘅亮燈儀式啊。好，咁啊嗱，不如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就幫大家揸住支麥啦。咁我哋依家一齊咧，將隻手擺喺我哋香港情 Hong Kong 玩具 TV Crossover Essential World 呢一度啦，一撳落去咧，我哋就會著燈噶啦。咁啊喺朗豪坊 L12 Live Stage 呢度啦，就準備同大家見證啦，我哋呢一個嘅活動嘅手賣咯，我哋嘅限定手賣準備啦，我哋將我哋嘅手擺落去我哋呢個 board 嗰度咧，就正式手賣啦，準備一、二、三 ，Yeah！ Essential World Crossover 啦 ，Toys TV 香港情1:6人偶嘅展覽期啦，我哋呢一個限定嘅首賣會啦，喺呢度正式開始。咁啊，喺呢度啦，亦都預祝啦，我哋所有朋友啦，唔單止啦買到心頭好啦，亦都啦可以啦有一個愉快嘅假期啊！無論咧係嚟買又好啦，又或者咧係同屋企人啦嚟睇都好啦，都希望啦你哋有個愉快嘅假日。最後一次容許我温馨提示，我哋咧今次呢個限定活動啦，會去到今晚8點。咁啊，8點之前喺度見你啦！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拜拜。